That is very regrettable.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言自语时光台，我是张小颖。现在呢，我们就 scrub off the bloodstains and the ship will be as good as my patience has its limits。现在呢，我们就继续这个。继续完成这个游戏。哎呀，说完成太沉重了，恐怕还要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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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完成了。我先看一下我现在要干嘛。I should inform the Emperor of your ex- 我现在先检查一下我的各项资源的存量。苹果汁，苹果汁存量有一点点不够。这边在，这边要再加盖一个苹果园吗？加盖一个苹果园，一二，一二，这样不行，不够。这样子呢？一，二，三，四，好像还可以。一个估计不够。再检查一下啊，这里这里应该需要桶。Have you kept your word? So you are. 这里应该需要桶。
我想想看啊，缩小一点，20个。这样子会好一点吗？工具作坊。我是不是应该再盖一个？是不是应该再盖一个炼铁厂呢？感觉可以再盖一个酿酒厂。好，回到这里。这怎么盖呢？烧炭屋，这个挖掉。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不要催，不要催，不要催。让我好好思考。That's better. I always knew coming to your town was a good idea. 哎呀，糟糕，这边没有教堂吗？哦，真的没有教堂。等等，需要一个大教堂吗？哦，好像真的需要。那我在这边盖个大教堂，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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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边呢？还是这边呢？还是这边呢？再看一下。我决定把这个挖掉。然后呢，我要把教堂盖在这。好吧，就这里了，决定了，就是这里。这样这边的宗教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看看呢，有酒馆、加油监狱、消防站、小教堂、消防站，都到位了。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区域。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这一个区域啊，我刚刚好像是因为担心食物的问题，所以我就先停了。苹果汁还是有一点不够。等一下，我这边是要盖制铜厂吧？刚刚注意力又被转移了。我应该是在盖制铜厂。Your settlement is ablaze. 啊，哪里？没有啊，扑灭。哎，这是战舰吗？我不要商船，我需要战舰。我想，我除了大型战舰，我应该也需要一些机动性比较高的小型战舰。还是我应该先发展一下我的这个伊斯兰经济区。The Sultan has presented you with these building plans as a gift. 这一区的规模实在有点。实在有点太小了。但是我要盖的话，它的资源就有点不够。Salam alaikum。没有啊，单机我觉得玩最久的应该是巫师吧。而且严格来说，这也不能当成是一般的单机游戏在看嘛，因为像这种游戏，就是它也没有什么剧情问题，你就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再盖一个烧炭屋，这个产量有点低，等等砍掉。我把它盖在，哇，盖在哪儿呢？这边难道没有煤矿吗？真的没有。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座？还是暂停工具作坊的生产？这样好像，看看我的制铜厂。制铜厂。制铜厂呢？不见了。哦，对，这边有一个制铜厂。制铜厂效率太低了，再盖一个制铜厂。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榨酒厂，这边可以再盖一个烧炭屋吗？哎呀，这个产量也真是太低了吧！没有办法，好像可以盖这里。材料不足。We are just three old herb women. Can you help us?
集成逃走箭支。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up. 不要急，不要急。对啊，巫师赢了，而且巫师还有三步哦。好，去揍他，然后这个开回来，煤矿厂没有煤矿，也没有煤矿。有煤矿，生产个挖个煤吧。这边是不是应该升级一下？ You've got a good deal there. 或者是盖个货站。管煤矿在哪？铁矿。You destroyed the ship you were assigned to intercept. 煤矿在这儿，我要怎么踩它呢？拉一条路进来。啊，没有材料。妈呀！这样的话，我应该需要再准备一艘，我应该要再准备一艘，哎呀，再准备一艘商船。我检查一下我的航道，开到女巫岛的航道，女巫岛。运送草药，再加运煤矿，运到本岛，运煤矿运到本岛。看看，好像不行，大家想一下。这边上这样不行，想看顺序应该反下。哎，我没办法调整它的排序吗？先到先从这边，然后运送草药到这里。然后再从这里苹果汁、面包，再从这里运面包，这样应该就没错了。对，好，可以。Demolishing auspices, eh? 啊？我 Your water supplies are 我什么时候拆毁收容所？我怎么不知道？哎，我什么时候拆毁收容所了？我都不知道啊！我拆了没有补钙吗？好吧。
我没有注意到，我猜了。It's great. 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你不要这样催我，让我好好研究一下。我会盖的，你们不要一直刁我。采石场，采石场停工中。哎，先休息。我刚刚好像是要检查我的食物存量。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鱼类的存量也多，感觉可以卖点鱼。这个可以取消掉，改运。改运铁矿，运一点点铁矿。哎呀，好黑心啊！他要的钱越来越多了，你不是我在讲，他越来越贪心了。黑心海盗。好，检查一下我的面包跟啤酒。盐，我感觉我可以再盖一个小麦种植园了，盖在，可以盖在这里吧。You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Orient. 怎么盖呢？盖这样，不行，盖这样。像还是怪怪的，怪怪的。A thunderstorm is moving over the island world. 怪怪的，该这样。我决定道路整修，后这样，然后这边拉一条路出来。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不对啊，这边拉一条路出来有什么毛用呢？别管他了。面包的生产，先卸货。然后先盖牧民帐篷。这座岛是我的吗？不是，不是我的。这座岛呢？也不是我的。无人居住的岛屿，也许我应该把它占下来。也许我应该把它占下来，作为我的藻爷，作为我的藻爷与羊奶生产基地。可是感觉它就很容易被打。哎，水车。
边盖这里好像也是可以的、啊。盖这里好了，这边作为我的，哎，那我就需要再一艘小鱼张船。我们在这边生产一点藻叶跟羊奶，先盖一个小型交易所，盖在这，然后我们盖一个水车。在这，好。Ship ready。等等，不要急。然后我在这边盖个。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盖这儿吗？盖个羊圈。藻爷种植园，一、二、三、四、五。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哎，等等，这里不能盖藻爷啊！怎么办？这里会不会卖藻爷种子？太好！ 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检查一下，可以。那么我们派遣这艘船到这里来。哎。然后新建一条航路，从这里到这里运送藻爷跟羊奶，海胆号好像可以吃。Don't send us away. What? You're opening the city gates for us? I'll never forget you. 哎，既然我要买藻爷种子了，那我就可以盖了嘛。然后呢，拉出来，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这样盖应该可以吧？哎，等等，怪怪的。Game save. 怪怪的，我不要这样干。这边什么情况？人
这边什么情况？我要来买一个枣椰种子。Some exceptional goods for you. The trade sounds good to me.继续研究，我要怎么盖？怎样子呢？怎么盖都不好看。再我研究一下，这样不好看嘞。横着盖两个。这样子的话呢，一二三，四，等等，这好像也超出范围了。哎呀，自己超出范围了，算了算了，不盖这，不盖这。真麻烦，盖这，一、二、三、四，盖这样呢？Salam alaikum.This is an honor, as always. 三、四、五。My appointment to Grand Vizier is an exceptional honor for me. 哎呀，我还是觉得这样盖的丑丑的。Full of energy, but he's still an user. 我觉得我好好想想，我觉得这样盖的丑丑的，这样不好看。这样子啊，感觉舒服一点啊，这样感觉舒服一点。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启动枣椰种子。The seeds have been planted. 这真的好用，我之前不知道，真是太蠢了。这么好用的东西，我竟然现在才知道它的使用方法。What building project are you planning?看看怎么盖呢？就简单的这样盖吧。一、二、三，好吧，很粗鲁的盖法。不过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可以负担一些，应该可以负担一些居民了吧？我需不需要盖一点防御？但是我现在的外交政策就是花钱消灾。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我现在外交政策好像就是花钱消灾。I like it. 先回来。再一次检查各项物资的存量，很好。I can't complete this important quest without your help. 集成三艘战舰，接这种任务可能会让我带来巨大的损失，个人觉得有点划不来。
不接不接不接。Let me know when the time is right. 不是很划算的任务，不接。好，再检查一次我的贸易路线。皮衣，不要卖面包了，改卖。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卖石头好，卖个30个石头。然后皮衣的数量可以多卖一点，可以卖30个皮衣。亚特兰大号，好，战神号，我的战神号是干嘛的？哎呀，把亚麻衣扣掉。面包存量有点不够，感觉香料也有点不够，但是我应该没有在卖香料才对。书籍应该不用管它，书籍不要卖好。该卖改卖都不适合卖，卖这卖铁矿也不太好。玻璃有没有适合卖的东西？还是卖这个好，还是卖这个好。好吧，还是卖这个。贸易是我重要的金钱来源，必须要妥善的对待。Let's shake on it. 接下来 ，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面包的产量有点不够，检查一下我的面包存量。感觉我应该要再盖一块小麦种植园，可是盖在哪儿呢？缺乏木头，还有我这边应该是要，盖更多小房子的吧。而且我也应该要准备把清真寺盖起来了。要盖清真寺的话，要先有。May seem defenseless to you, but I have the full force of the Sultan's fleet and armies. 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呀？讲中文啊，大大。听不懂你在说什么。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清真寺需要马赛克粘土，粘土跟石英矿，这边好像可以盖马赛克工厂。先把木头丢过来。然后小麦种植园先盖起来。The Grand Vizier is an exceptional honor for me. The Sultan may be young and full of energy, but he still values an old man's advice. 我完全听不懂他这句话该什么。再盖一个模仿，好，检查一下。应该可以。然后呢？皮衣。石头，盖粘土矿需要什么？这边先开过来。检查一下我的各项物资存量。为什么鱼还是这么多？我已经增加了一条卖鱼的航道了。为什么鱼还是这么多？面包，没错啊，面包为什么那么少？石头可以多卖一点，40个。I am not only an advisor to the Emperor. His Majesty and I are also cousins. We're very close, you know. But I don't envy him at all. 那我接下来应该可以再盖一些小房子。等等，我决定这样盖过来。哈哈哈！好好好，看看哦。消防站有了，诊所有了，酒馆有了，小教堂有了，这样还有什么不？还有什么没有的吗？债务监狱也有，还有什么没有吗？我想看，这个不要管它，消防站有了。为什么中间有个坑？奇怪，哎，这个坑为什么会有坑？迷之坑。这边要盖什么呢？我检查一下哦。教堂也有了。消防站也有了，债务监狱也有了，什么都有了。那也许我的债务监狱可以调整一下位置。Game safe。如果我的债务监狱往后调两格，可以吗？可以，那我决定把债务监狱往后调两格，挖掉。
挖掉。然后这样把这个挖掉，这样，嗯，很完美。这边呢，哎呀，我看看怎么办哦。嗯，这样把这个拉掉，People no longer feel their lives are safe. 需要更多债务监狱，我检查一下。这里哦，嗯，很抱歉，你们不能拥有债务监狱。这是都市考量的问题，城市规划的问题，所以你们不能拥有债务监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很遗憾。现在我来检查一下，这边呢，我们要盖的是粘土矿，以及石英矿，所以我们在这边先盖一个石英矿，然后呢，牵一条路出来。然后呢，我们这边盖一个粘土矿，粘土矿，然后我们就可以盖一个石英厂。回收多的木头，这个升个几号？然后多的材料运到哪里去好？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多生产一点丝绸之类的东西。这里检查一下。哎，为什么兽皮还是爆掉的？所有的盐矿场都已经在开采了吗？没有，有一座没有采，采一下吧。这样我就可以再盖一个制盐厂。没有木头，派他去。检查一下人口，1742。哎，为什么绅士不升？为什么绅士不升贵族？排队中，好吧。缺乏木头，检查一下。哪一座岛有多木头的？好像没有木头。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木头，木头好像有点不够。木头有点不够。想看啊，这边还有船可以运送这个吗？有没有哪一艘船是比较空的？
这边可以增加一个仓库。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这边可以运送马赛克到这里来。但缺乏木头的确是一个问题。还是我应该开始把我的魔爪伸到荒岛去呢？我这边要盖一个制盐厂。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魔爪伸到荒岛？还是先不急？我还是先就在这边动动动动手就好。皮衣豹章鱼号，这座岛应该要能够生产更多的木头才对，所以我们再盖一座伐木场，然后呢这边也盖一座伐木场，然后呢这边拉过来盖他两座伐木场，好，这样应该能够稍微解决我的木头不足的问题。然后再检查一下食物存量。May Allah bless you。看起来是够的。衣服，衣服看起来也是够的。Let me give you a hand.看起来是够，可以。那我就不急着把我的魔爪伸出去。It won't be long now until I... 他真的很好说话啊，我喜欢这个家伙了，比这个什么鬼玛丽的好说话多了。这混蛋还得我讨好他。No, no. I am not strong. 真讨厌。一直有人跟我要钱，我们就这么可怜的一直受他们威胁恐吓。看看这边的情况，可以再增加一些小房屋，盖在哪呢？好像要1000多个闲事，赛克清真寺要20个，看看，6×6嘛，所以我们 Fire is devastating your city. 6×6吧，所以应该是这样，这边也可以盖。这个要不要挪一下位置？挪到这，这个挖掉。The Black Death is spreading。应该不是我的瘟疫吧？不是我的吧？哦，是玛丽的。那不用管他，那讨厌鬼不用管他。接下来检查一下这个港口，P
苹果汁有点不够，再盖一个苹果园。哎呀，没有材料。运送材料。然后检查一下居民的状况。1794是不是增加啊？好像有吧。检查一下居民的状态。消防站、诊所都有啊，为什么还会黑死病、火灾系数升高？不懂。好吧，不管他。这边我应不应该盖个墙把这边围起来？盖个墙。安全。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这一个吗？The Sultan will allow you to construct these buildings. 1040显示。东方城堡，东方喷泉。检查一下。香料、羊奶、枣叶，感觉还可以再盖一个羊圈吧。1、2、3，哎呀，这边被堵得死死的，怪怪的。这样子吧，好歹开一条路啊！好歹开一条路出来，然后升个级，然后我的小船呢，在这儿运送一点木头工具跟食材。啊，我想起来了，这边是因为地形的关系，没有办法盖苹果园。那我就蠢了，真傻。这边也是因为地形关系。哎，所以我是要来盖煤矿厂，我想起来了呀，我要来盖煤矿厂。好，想起来，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是要在这边盖煤矿厂。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哪一座水车断水？这一座。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以及这一座。然后草药爆炸了？没有啊，算了。然后接下来呢？啤酒不太够，把卖啤酒拿掉。不要卖啤酒，不要卖啤酒，改卖书吧。
算。Fire is devastating your city. 哦，出现火灾。Nowhere on earth could be worse than here. 刚好这里没有消防站，算你倒霉啊！算你倒霉，真心是算你倒霉。我看看怎么办。哎呀，还真的刚好这个位置没有消防站，你运气真是特别好，怎么办呢？我也不能怎么办啊，就让你继续烧呗。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看看哦，诊所的范围。消防站的范围，这边附近我应该要再盖一个消防站。但是盖在哪里呢？想看。我这边应该要再盖一个市集中心。就盖在这儿吧。这，哎，材料不够。见鬼了！我记得有一座岛帮在专门在帮我伐木的呀，是哪一座岛？是你吗？竟然木头不够。太尴尬。好，刚刚我是要盖哪里的？害我一下忘了。这里好。你怎么还没烧完啊？看看哦，教堂、诊所、消防站都有啦。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我检查一下，我应该要把消防站盖在哪？先不管它，先把。中间刚好有个坑，什么道理？愤怒！这边盖个小交易所。又材料不足，你怎么还没烧完啊？诊所，好，先不管它，让它烧，烧了呀就不烧了，观察一下，面包，等等等等，
面包、皮衣，皮衣也不够了。少卖一点，面包也不够了。为什么面包不够？It's always been a dream of min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Orient. Gaining the Emperor's permission to stay here on the borders of his empire is both an honor. 面包是满的，所以没有船来运面包了。哦，我想看，等等，帮我运面包的船。是这艘，鱼、面包、啤酒，还是我需要再一艘船。这个拿掉好，用面包好。算算看哦，没有啤酒了。I have always been fascinated by architecture.没有啤酒了。Oversee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ighty monument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for me. 再盖一个啤酒厂。盖在See, that wasn't so hard.盖在这里，好，这可以，这可以，然后大胆的把我的我们的爪子。Send us away. 伸到这里来吧。We won't call tonight. That's a load off my mind, and that's the truth. 乞丐，应该再盖一个松鼠。你还没烧完啊？你烧很久，你知道吗？你真的烧很久，你知道吗？收容所，一路烧到光。认真的思考一下，一二三四五六。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我决定这边把它改建成一个。I'd be happy to help you. 我记得我有一个木匠房，没有木头。木匠房，改建成木匠房，哈哈哈，简直废物利用。
然后我还是会需要一个消防站的。等一下盖，先来解决我的木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把木头丢到这儿，然后我们以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盖伐木场，就盖在这里也可以吧。错吧，这边可以再改一个。好吧，然后呢，有没有升个级？不行，好，先回家。检查一下各项物资的存量，除了木头有点不够。皮衣也不够，为什么？ Fair trade. 为什么皮衣不够？检查一下皮衣的生产状况。皮衣作坊有没有好好在工作呢？有的呀，这边也。这边也有的呀，难道是制盐厂不够吗？检查一下，那我再盖一个制盐厂。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缺乏工具，等等，停水。These are the building plans that I can issue to you at present.早也爆了，爆了。A source of raw materials will soon dry up. 爆了。The boundaries between Occident and Orient are moving ever closer together. The Sultan has therefore sent me here to find out how the situation is progressing. 这边可以盖清真寺了吗？可以。噔噔，升级吧，别跟我客气，快点升级吧。没有材料，需求文化知识。糟糕，看来我不能再卖地毯了。好，想看到这个怎么办呢？我们把马赛克拿掉，马赛克用不到了吧。我们直接把地毯运到这里来。所以本来帮我运地毯的船本来帮我运地毯的船就不用再运了，改运。Game say. You have a wider range of buildings available to you. 运一点枣宜来卖好了，所以呢，这边改成。这边改成
麦枣爷。I hope you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f there's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好的。现在呢？哦，可以盖帝国大教堂了。但是木头不够，没有办法。那我现在要干嘛来？我应该是要再生产一艘盖一个小型交易所好。The plague has left your neighbor's area. 更多的伐木场。Don't put up a fight. All your money is in safe hands here. 可恶的强盗！但是我实在不想浪费时间跟他们打架。我的时间如此宝贵。用在他们打架上，一点都划不来。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So, 怎么盖呀？看看。这边盖一个，A sandstorm is blowing over an island. 再盖一个，哈哈哈！我就不先这样，我还要缺木头，来吧。现在我们只要再产一艘小船，专门帮我运木头，检查一下居民的状态。2002，帝国大教堂可以盖了，但是先不急，反正最后他要3500才能够整个盖完帝国大教堂。Ship ready. You are an honorable fellow. 新建航路。这木头。我想想看呢。也许我这边应该要再盖一个水车。缺乏木头。
好，再看看木匠房。木匠房维修是不是吃木头啊？不然为什么我的木头会一直消失？吃木头的妖怪吗？检查一下食物。不用管他，绅士，好 ，OK。诊所，我有诊所吧？有，我就不管他了。我应该有一个奇怪的老婆婆，一个巫医。Sisters, stop the cauldron bubbling. We 好。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这个吗？我的船到了吗？还没到。检查一下我的丝绸的生产状况，很正常。检查一下我的航道，啊，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要先把船上的马赛克卸货。枣爷也爆掉，怎么办呢？看一下啊，你们都不用吃东西的吗？为什么枣爷会爆掉的呀？多盖一点小小房子，这什么情况呢？真是缺乏木头啊！这个，那我应该可以把这些东西挖掉。I have important business to carry out. Could you lend me a hand? 可以，我很乐意。等我，要不要干脆把枣爷载走？算了。好的，我们把那些东西拆掉以后，我看一下，那东西拆掉的话，这玩意也可以拆了。我们把它盖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盖这儿，然后我们在这边盖它一个，我们这边盖它一个伐木场。可以，这样的话，算了。You might find these building plans useful. 这样我有1071个牧民。An oasi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Allah be praised.牧民很开心，我感受到他们的开心。那我这边要干嘛来着？这边要我检查一下，我应该是要检查我的消防站的，应该要盖在哪里吧？这么看来的话，我的消防站应该要盖在这个地方。The sandstorm has ceased. 在这儿吗？想一下。You have discovered another player's island. 先盖着吧。先盖着吧。应该可以吧。You have discovered a building on an island. 应该可以吧。A source of raw materials will soon dry up.
云矿脉，发现一座。What is your wish? 已经被抢走了。Is your faith strong? 如果我运物资也可以。What brings you here? Can you heal it? 哦，但没有办法，已经被占走了。继续先打哦。好，检查一下我们的爆了吗？爆了。诶，我刚刚不是啊，不知道。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不对，我要做的应该是我要提高它的产量。等一下。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我要做的应该是提高它的容量。等等，先到这里来。哎，路上经过这里好。Stopped producing goods. 等，怎么回事？制铜厂缺乏木头。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等一下。You are very much to my liking. 制铜厂要木头，该死。哎呀，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工具，哎呀，好尴尬。想一下工具吧。怎么办呢？看一下啊、哦，不对，这也不是我要找的，嗯。这个的话，拿掉。既然有这么多的葡萄，干脆把葡萄运去卖好了。反正有多葡萄嘛，干脆把葡萄运去卖，然后。Is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木头已经被运走了。我应该要运一点石头过来的，算了，来不及了。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你们不要这么急，慢慢来呀。等我思考一下。这边的生产状况如何呢？很明显的，地毯一定是不够的。我可能还是要再盖一个，还是要再盖一个地毯作坊。盖着。Game save。然后，我应该要运一点工具。哎，不对，它可以自己采工具的呀。我直接盖伐木场，盖在这儿。好吧，希望多多少少能够采一点木头吧。聊胜于无啊。
多多少少惨一点呗。再检查一下。制桶茶，好，检查一下本岛的状况。OK， 食物够，衣服有点不够，面包够，啤酒够，书籍、染料跟香料有点不够。好，看一下我怎么调整我的。我怎么调整我的航道啊？皮衣不要卖，改卖葡萄、酱应该就好一点。Did you manage to deal? May Allah bless you. 好，酱应该就好一点。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卖给我的东西。我觉得我有必要买一点染料种子，然后到这里来产染料。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a good deal.马赛克可不可以运去卖呢？可以考虑哦，运走，把马赛克运去卖，好像好了，好像不错。然后我需要再一艘小型商船。嗯，为了安全起见。再来盖一个加强瞭望塔，对，是海港应该要盖。Consider these building plans a gift from our population. 三座，然后敌人如果在这边我就死掉了，所以呢，这边应该要盖一座。Shipbuilding completed. 算，这是码头。哎，船盖好，新的船，新建航路，增加仓库。这，从这里运送马赛克，以及。染料，泥土号，The seeds have been planted. 嗯，干脆我也再盖一个。干脆我也再盖一个产香料的好了。等，先运一点石头工具，先运一点石头跟工具，先到这里来，先把这个仓库拓宽一下。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
这样子。这样应该没错吧？好，再一次检查物资。好，可以。纸张。An illness is spreading through your island. 啊？有没有诊所？有吧？没有。真的没有诊所啊？哦，你好可怜。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我知道为什么没有诊所了。等等等，这里有一个诊所啊。Your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刚好不在服务区内。好。Fire is devastating your city. 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哎呀，没有地方盖了哟！啊，没有地方盖了哟！没办法，还是挖掉吧。Production has been disrupted.这样应该好一点吧。好。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不要什么事情都一窝蜂的涌上来，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处理。这是哪儿？这应该是我们的。皮衣，这艘船是出问题了吗？检查一下。应该没出问题。应该没出问题。先处理这里的事情，先把这个升级。然后盖他十座小型火站。哎呀。哎呀，这样子应该搞定了吧？接下来。到这里，我们要在这边盖的是，哦，没有木头。想一下，这里面好像可以盖一个伐木场。嗯，但是没有小型交易所。我安装新游戏啦，但是我安装新游戏是为了要接那个新游戏是要接那个 The Long Dark 的坑，不是接这个的坑啊，是要接 The Long Dark 的坑。诶，这里我不是有一个消防站吗？哎呀，这个消防站刚好不在服务区，哎呀，混蛋！啊，我消防站盖太偏了，我消防站盖过来一点。
但是我等一下我还是要玩 The Long Dark。 我等一下还是要玩 The Long Dark。这好像不在服务区，糟糕，先不管它。哎，等等，啊，糟糕，这一栋，哎呀，也不在服务区，啊，我想看，我想看。看来我的消防站应该要盖在。消防站呢？看来我的消防站应该要盖在那一侧，这样这边才能够覆盖到，这样好一点，这样好一点。但这一栋又覆盖不到了，那我帮不了他，你自己。小心火烛啊，小心火烛啊。这边是不是需要酒馆？这里有一个酒馆，这里有没有酒馆呢？诊所，那也许这边需要一个酒馆。酒馆盖哪呢？算了，等一下再盖。先检查一下我们的物资存量。好，食物 OK， 衣服 OK， 书籍香料不 OK。There is a lack of company in your settlement.香料不 OK， 我检查一下香料。哎呀 ，What building project are you planning？ 你不要急，哎，你不要急。香料不 OK。覆盖区域是这样，这边再盖一个水车，我这边要盖一个香料种植园。摆这儿，一、二、三、四，完美。那我的水车不要盖这，水车盖这样，然后这边要种染料，染料。哦，先盖水车。Game save。燃料，盖这样，这样，好像可以，看看，一。二三 Are the peasants leaving the city? 四 You should immediately find out what prompted this move. 为什么出现弃置的农民房屋？我觉得我对他们挺好的呀。
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要弃置呢？我检查一下，希望进入市集中心。啊哈哈！哎呀，我居然盖了一个市集中心，没给他们录。好了好了好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Nowhere in the world farther than here. 说一声，我就会给你们盖。我觉得不只是染料。A good deal is always a welcome change. 我觉得不只是染料。That's better. 我还希望它可以卖一点香料种子。哇！一二三四五。我去看看能不能刷出香料种子好了。刷刷刷看，我刚买的是染料嘛，我想刷出香料。哈哈，刷出来啦，今天运气真是爆表。 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Ah, you come to trade a good deal.这样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哈哈哈哈！继续。我该这样子好。哎呀，等等，算了，还是这样好。什么？ One of your plants has stopped producing goods. 一座岛竟然只给增加一种作物吗？哦，我中计了！我中计了！ The boundaries between Occident and Orient.Are moving ever closer together. Oh, the Sultan has therefore sent me here. 闭嘴吧，混蛋！可恶！哦 ，no！ Production has been. You could make a name for yourself with the Corsair.摧毁敌人战舰。你最好只有一艘。
water supplies are running out. Consider it insured. See, that wasn't so hard. May Allah bless you for kindness to my people.盛宴。You have sunk the enemy flagship. 别理他。那任务别理他。回家。想看哦，我刚刚在干什么来着？我记得我刚很激动的在干嘛来着？我想起来了，啊！You're quite knowledgeable about Oriental architecture. 让我好好想想该怎么盖。这样子吗？一二三四，哎呀，还是四个。想看，一定有办法。好吧，好吧，好吧，也只能这样盖了。可恶，好生气啊！我居然一座岛居然只能采一种作物。咦，为什么有六块？一座岛居然只能够增产一种作物，怎么办呢？那我现在手上这座，我手上这个。香料种子该何去何从呢？我还有没有占领其他岛啊？这不是我家，这里呢好像有点太远了，这又不构成岛。Splendid! That's perfect! 这也不是我家。可是香料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啊。那没有办法，只能这边多种一点香料了，没有办法，白买了一个香料种子。看一下，再盖一个粘土矿。盖哪呢？
就快这吧。草啊，增产染料也是很重要的。就委屈的咬咬牙认下来吧。This harbor may seem defenseless to you, but I have the full force of the Sultan's fleet and armies at my disposal in an emergency. 听不懂还讲什么东西？听不懂啊，大哥，说中文啊你。Cathedral could make you and your. 他建议我盖一座帝国大教堂。等一下，不急。再回来检查一下。Have you fulfilled the quest? Not bad for someone like you. Your soul is corrupt. 哎，这个玛丽好麻烦哦。讲的好像他跟海盗关系不好一样，我敢保证他们关系一定是不错的。我来检查一下，他自己跟海盗的关系还好得很呢，他居然还批评我，特别不要脸这个人。You will be able to pray at the tomb of our Lord. 特别不要脸。好吧，今天这个游戏先到这边。我10:30再来开的 Long Dark， 就是这样子吧，谢谢大家，那待会见，拜拜。